哇哟，我操！这就是你们说的，我们昨天是去了，去搞了这条龙，然后现在呢，哎，蓝蝶，我们现在要回西木镇一趟。为什么要回西木镇呢？因为我当时啊，把我一堆东西，包括我宝贵的盐堆，全都给放在了西木镇的箱子里。这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说我后来才知道这个箱子里的东西啊是会消失的，那我现在就成了冤大头。是不是？我得赶紧回去看看我存的一堆东西还在不在。所以我们暂先呢告别这个白曼城了。而且在这一次，哎，这是谁？在这一次途中呢，我们先看看他们是谁。Move along. What the fuck? I am a Tholmor Judicia on important business that you are interfering. We are special envoys of the Aldmeri Dominion, the rightful rulers of Tamriel. If you'd like, I can show you why. If you're smart, you'll walk away. You're interfering with official Tholmor business. That we are superior to men is an established fact. For example, take this belief in Talos, the Knife of Divines. Ha! Certainly you don't believe such things. Or perhaps there's something you'd like to confess. Incorrect. You can worship whatever gods you like, but Talos is a man. Only a heretic would think otherwise. And so you will die a heretic's death. 这就开打？What the fuck？ 你们这帮货是真的离谱，我发现。 你们这帮货是真的离谱！我的天，直接开干了是吧？好家伙！睡之树的枝叶。
直接打起来的，这下直接因为说了两句话就开始打我，靠！而且我甚至都没说我信奉塔洛斯，我说我可以信奉任何我想信奉的东西，他们就要打我。你们这帮极端宗教分子，不是你们这真的是哎，找死，简直就是找死。不过他们的甲是真值钱啊，朋友。他们的甲是真的值钱，他们的甲的那个性价比有60。还有个死哪去了？其实是死的下面。在这。虚无言。What the fuck is this? 梭莫，这就是梭莫。这是我第一次遭遇梭莫的人就直接打起来了，靠！我们继续前往和睦镇。路上这遇到这帮下头的，这不是很无语？走得好好的，就开始向我说什么啊？我们比人类高贵，然后你不能信塔洛斯。我说我可以信任何我想信的人，不行。你是异端，你必须得死。看看 ，Who's laughing now? Who's laughing now? OK， 我们回到了西木镇，一个非常温馨的小镇子。上次来的时候我可没有马呀，但看看咱现在，第一件事看的是我的桶。哦，士兵来了。哎呀，我的桶里的东西都在，朋友们，我桶里的所有东西都在啊。OK， 我们去做那个悬赏，我看一下那个悬赏。完了，那是哪个悬赏来着 ？Shit， 不是这个，我记得是一个强盗吧？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悬赏，完蛋了，我忘了是哪个了。看一下，肯定是纸条。首先，纸条。不是这个，应该也不是这个。这是劈刀，不是这个。
帝国公文也不是这个，失踪的商人也不是这个，匿名信也不是这个，勇士之战，不是这个。没有啊，朋友们。是哪个任务来着？这下尴尬了。我那房子，我那房子是哪？不管，咱们先去杀这个人吧。咱们先去干这个什么塔楼的敌人吧。他在哪儿？这儿啊，但我觉得不是这个。但是我明明拿了悬赏，怎么会没有呢？很奇怪。啊，这是这个瞎了瞎了，致所有勇武过人和无所畏惧奉强者巴尔古夫之命，白曼城的那个，白曼城儿女旅行者在接近金色山峰农场附近道路的时候，经常被幽灵骚扰，折磨得惊慌失措、精神失常。可以消灭这些鬼魂的勇士将获得丰厚的回报，这座农场金色山峰农场的所有权。但是之前我记得有个故事说过，幽灵你可以通过给他10个金币。之前某个人的故事里说过，幽灵可以通过给他10个金币来。不，但是那只是一本那个游戏书，是一本跑团书。我不知道，如果我真的给他扔10个金币会怎么样？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在哪？金色山峰农场，金色山峰农场。金色山峰农场在哪？啊，这么远啊！我去，那咱们有的可跑，那咱们有的可跑，出发了。咱们要走好远好远，但是有一个家以后就一切都好办。家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几个缩没人的尸体是不是还在这地方？哎，是谁呀？Stay away if I were you. I'm on my way to a giant camp, and I can't guarantee those beasts won't 为什么你要去巨人营地呀？哦，他把这个当，他要把这个牛当祭品。The cow, of course. Others do it differently, but I found that an annual offering usually keeps the giants away from our livestock. Some think it's superstition, but I believe it works. I've yet to have a giant kill any of my livestock. It's tradition. We mark the animal as a way to let the giants know we're giving it to them willingly, sort of a peace offer. It's tradition. We mark the animal as a way. I have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Thanks for offering. Thanks. You take care of yourself now. 那我去不去？我怕出事，我得跟他去看看。他虽然说不需要帮忙，但是我还是跟在后面看看。哎，自由放养了，牛，快走啊，牛！
不是，你怎么和《辐射76》里的那个啥一样？你怎么和《辐射76》里的双头牛一样？就一直在那里卡着，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导致它卡住了，其实。哎，我手上原来可以拿着火，这不是手上拿火，这手上冒火吧？搁这。啊，马上可以战斗吗？朋友们，我才知道马上是可以战斗的，我简直了！真的，我到现在才知道马上是可以战斗的，可以当骑兵。我操，我一直都以为马上没法战斗。Holy shit，好吗？那如果我在马上放个法术呢？马上用不了法术哎。马上用不了法术。你们不走了是吧？你们不走，那我就不跟你们。他们又走了，但是我真的很想确保他们是安全。让他们走的也太慢了吧，我的大哥，Come on！这大哥们走的真慢呐。咱们在这歇一会儿，他们都还没走到。哎，他晚上会自己掏火把，竟然，队友晚上竟然会自己掏火把。那远处还能看到士兵在拿着火把。怎么还有只鸡昂首挺胸的走了过来？天呐，那农夫不来了，咱们自己走了，拜拜。驾！马儿跑得真快。看看路牌，Solitude Marha Markarb Markarb 是哪儿？但是天色已晚，我们要不在前面那个哨塔那里扎个营，第二天再出发吧，就这么决定。等等，我营帐补给不见了，对。我想起来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我的营帐补给没了。我记得我上次明明是捡起来了的，我明明是拿了我的营帐补给，但是我的营帐补给不见了，我不知道丢在哪了。说实话的，可能一不小心给丢了，但就很尴尬。我们等到有机会的时候要去再搞个营地补给才行。这一次咱们还是打了那个，你们看现在，哎呦，现在这个光影感觉好了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打了那个 Enhanced Light and Effects，因为我想的是，既然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特别喜欢辐射四的ELFX。Stendar's mercy be upon you, for the vigil has none to spare. You speak to a vigilant of Stendar. Cavort with any Daedra, and we will hunt you down. He is the god of mercy, the patron of order and justice for all of Tamriel. We bring his compassion where none can be found, by cleansing all those who would offend his children.
Yes. Our order was founded after the Oblivion Crisis. We dedicate our lives to facing the present danger wherever they appear. We're quartered in the Hall of the Vigilant. Keeper Carset heads Skyrim's branch of our order there, providing healing and justice as needed. They are profane creatures with no hope of redemption. They lure innocents to their deaths and corrupt the souls of all they touch. And their heretical artifacts grant powers to mortals that wreak havoc across Tamriel. They must be destroyed or guarded to prevent temptation. And any other abominations that prey on mortals, vampires, werewolves, witches. But the Daedra are the worst. 昨天我在白曼城里看到个死掉的守卫，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路边就死了一个，很奇怪，让我怀疑是不是有点关系。就反正我是打了那个 Enhanced Light， 因为有一点是我在辐射4里就很喜欢它的效果，然后虽然不是一个，但是而且我们性能也够，那我就想，而且它也不会影响汉化什么的，就打了，它也不影响游戏本身的东西，效果呢确实是非常不错的。Staying out of trouble, kinsman. I mostly deal with petty thievery and drunken brawls. Been too long since we've had a good bandit raid. Everything all right? 咱们可以在他们这边借宿一晚。七个小时，然后咱们出发。去金色山峰农场。OK， 然后吃一个炭烤羊腿。啊！怎么这么黑啊 ？Holy shit！朋友们，等一下，我得把我窗帘拉一下，我什么都看不见。这晚上怎么这么黑啊？天哪！我的那个法术呢？我有个法术来着，叫什么？哎，我是怎么会有洞察的？哦，现在好一点。耶，这时候不宜赶路啊！现在几点啊？2:49，怪不得。我觉得这时候不宜赶路吧，咱们再睡会儿吧，要不。起码到5点到6点差不多可以走。哎，你看这时候就要清晨了，咱们现在走。Let's go。那路在哪？在这儿。马上可以射箭吗？还真的可以射箭。这又是什么地方啊？Where the fuck is this place? 看看这鬼地方是怎么回事。为了防止出事，我们要
灰色荒原堡垒。啊，是敌人吗？是敌人。Fuck。What the fuck is this? Clear. There are people. Grey Forest Prison Camp. Wait, we'll go inside and see.先把这上面看看有什么。有人。我操！被暴揍。被暴揍，长笛，我无法使用长笛。Bear。开口都这么小，哎，这两个金币拿不了，朋友们，大家看到没？奇了怪，火焰剑，我靠，惊了。这个巨值钱。有口井被封起来了，这上面是正门，反而我不想从正门进，我们从旁边绕过来，上面有入口，这才是聪明一点的做法。肯定不是从这里进。入口在这儿。Oh. What the fuck?好韭菜，
强盗，今天你们算是倒霉了，碰到我。Still here. How can I serve you, my Thane?What the fuck just happened? 没什么，他拿不了了是吧？算了，你别拿，拿回来。Let's get going then.抢强盗的东西，岂不是很好？我操，什么声音 ？Shit! 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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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猎人。手套，之前确实有哦，这是那个报道吧？我记得有个悬赏是说这件事情来着。不是这个。失踪的商人，这个应该有一个来着，不管。这地牢还会再往下。每个人都有一个破烂的裤子，绑腿。What the hell?是他们睡在，啊，草，不是他们，是他们抓来的人。回一下血。杜甫剑到底是什么？等会儿咱试试。好，高等精灵都被抓起来了。高等精灵，为什么是高等？哎 ，Come on！
恶鬼的牢笼，巨魔。你在搞什么呢？I've got your back. I am sworn to carry your burdens. 这俩别拿着了，扔了吧，也不值钱。单瓶药，为民除害了，属于是。但我不想从正门进，我要从顶上进。这里也是有个入口的，灰色荒原，那边是金色什么？完了，从哪进来？这儿吧。哎，你喊什么喊？嗯？啊，这。我操！好，他拿着这法杖。我去，您这么强！等等，提，你那个这帮强盗怎么？这帮强盗关了多少人？但你看帝国士兵的这个屋子，明显比别的囚犯的要好。这是什么？他是想把他当做人质吗？难道？我怀疑是想，本来是想把帝国士兵当做人质。你看，他甚至有床靠，结果还有一堆书。这些书我们先拿走。墙上这什么玩意？一个豹。搬了半天东西才到家。对，这还是在土匪屋，这还是在土匪屋了，没走了。哦，我靠，什么东西啊！我踩到他的头盔了，仅此而已。他们的人应该都被我们搞死了吧？看。炭烤食人鱼，烤韭菜。还有书。
烤土豆，炭烤食人鱼。对，这边怎么全是强盗？我靠！而且离，哎呀，离白曼这么近的地方，真就是离白曼近到不可想象的地方，就在隔壁。结果有这么大个土匪窝子，甚至还绑了帝国的人，结果居然没有人来管他们。这么大的土匪窝，不不不！不要乱用我的魔杖！我。我拿不下了，要不是。I can't even keep track of all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in and out of this. 怎么回事啊 ？They come, they go. I barely notice. Hard enough to keep up with who owns this fort. One side takes over, the other runs away. I tell them, I. 他是这个地方的维护师是吧 ？I remember one morning long time ago, I woke up and the place was run by some orcs.Went to bed that night. It was all vampires. Don't matter to me. 就所有人都，所有人都默认他是管家是吧？都不管他。路牌。我操！卷心菜土豆汤热，韭菜火盐。哇、哦，这个还有这种东西啊！原来。烤土豆，烤韭菜，再来个面包。再来个切片奶酪，这就是咱们今天的饭。今天几点啊？午饭。全是刀叉，真的就是无论谁来，都是这个老太太，都是这个老太太在这里。Yes. 力量高级药水。你有多少书啊，我的天。I just cook and clean and do whatever it is they ask of me. 铁匠的围裙。I'm right behind you.I can't even keep track of all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in and out of this fort. They come, they go. I barely notice. 这全都是放各种饭的地方啊，放各种储存的幻术药水。这么多药水，靠！全是酒，一大堆酒。面粉、狼皮。
靠！这耗子偷知识被抓住了，笑死了！耗子偷知识被夹死了，这么多耗子，全是耗子！Holy shit! What the fuck is this？哦，这都能出。等会儿咱们从这儿出去，这有多少个入口啊？到底？啊，全都是。这前面还放了个芝士，还放了个奶酪。盐堆，好多盐，我要的就是盐。我操！这就是另一个地方。这是马桶吗？靠，这不会真是马桶吧？Still here. I am at your command. 这马桶这么简陋，那我想知道是强盗里的谁负责去倒，负责去倒啊？护甲14，那是帝国青盔，太一般了。果然，普通士兵都不是人。我操，这怎么回事啊？Holy shit！这骷髅腿都被全都给搞下来了。守护光环卷轴，使最高35级以内的亡灵在进入光环后逃跑。施法者在光环内每秒回复20点生命值，这么牛逼！我操，这烧焦的尸体。这烧焦的尸体是浮尸人吗？我一看到这个，第一想到的就是辐射七六里的那个浮尸人。靠，为什么这里会有烧焦的尸体？咱们绕了一圈，绕回来了，所以现在是。那如果我们从那个出口出去呢？会通往哪里呢？靠！这里竟然是个入口！不行！啊，那个我还以为我。出来吓我一跳，说实话，出来一瞬间吓我一跳。咱们把这个地方解决了，相当于。
第一次进土匪啊，不是，其实是第二次进。这上面还挂着一个人呢，这挂着谁呀、啊？强盗，挂着的是强盗，强盗本道。咱们继续走吧。前面有个人，去看看。I'm on my way to Solitude to join the Legion. A united empire is better for everyone.你要走着去独孤城。这么远吗？天。Shit！ 巨人，靠！我操！我连一张狼皮都带不动。把火焰剑给我。I've got your back. How can I serve you, my thane? 哎呦我操！这就是你们说的，靠 ！fuck！ 我，啊去！操！这就是巨人航空。我他妈！我吐了！你这一锤，我说不出话。说不出话。哎呀，说不出话呀，给我锤醒了这一下。你又是哪位？你是刚才那位吧？哎，等等，不是刚才那人。If you'll excuse me, I'm on a pilgrimage to the shrine of Azura, goddess of twilight. If you'll excuse me.
就这么一辆小推车。你是谁？猎人吗？If you are not here to grant me your death, then you can leave. My time has come. I am old, too old to become chief. It would be wrong for me to take wives at this age, so I will die. Malekith has given me a vision of a glorious death. I am to wait here until it finds me. As you can see, it has not yet arrived.Yes, were I to simply lay down and die, it would not please Malika. 哎，这马吃啥呢？你怎么吃？你闻人屁股干嘛？哎。Perhaps. Are you sure about this? You should leave. I don't want you scaring off my good death. Indeed.One should find his death while he can still call himself a proper man. We Orc men are not like these Nords and Imperials who carry on until they are gray and feeble and their hair falls out. To cling to something past its usefulness is unseemly. How much more so when that thing is you? You should leave. I don't want you scaring off my good death.剑齿虎，我不能让他当我随从。他这是搞死了两个剑齿虎，但剑齿虎还是没能把他搞死。他想要的死法是在那种战斗中牺牲，但是很显然，现在还有多远？嘿。这么远，朋友们，What the hell?什么兔子跑出来？Rokestad 是什么 ？Belgian Wind Solitude。那看来我们不能跟大陆走了。对呀、啊，这不对了呀！再这么走下去 ，What the fuck is this？ 这什么鬼地？可能以后某个地方有用的吧。这条路应该对。中度疲乏，我们得抓紧了，我们得抓紧了。帝国士兵，The Legion's always looking for strong, capable warriors. If you think you've got what it takes, I have nothing to say to you. Now move along, or I'll order my guard to attack. 这什么什么什么臭资本家，还不想理你。What the hell is this?卡尔的纪念碑，
很破，应该快到。到了，到了，到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家的地方，一旦我们能除掉这地方的敌人。只要我们能除掉地方的敌人。幽灵，之前的童谣说丢给他十个金币，这时候验证一下童谣说的是不是真的啊？那个跑团书说的是不是真的？这就好像你拿一个游戏理论在现实里做测试，但是呢啊，不能丢钱，好，这下完蛋了，那这就是肯定不行。Fuck me！ 没有足够的法力。金色山峰农场，小油灯，这门口有雪啊。这边是劈柴的地方，叉子。进去看了，孩子的玩偶，地下室。What the fuck？ 我去！我操！吓我一跳！吓我一跳 ！What the fuck happened here？牛奎尔的日志，出种月23日。厄瓦尔非常想成为农民，所以我们现在拥有自己的贫瘠土地和屋顶漏水的破旧农舍，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我们会尽力做到最好，至少土质还不错，即使土里面都是石头，我能够建造一个漂亮的花园，里面有我制作魔药所需的所有原料。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此处产生的收入应该让我们度过第一个冬天。
初种要23日，次种要10日。我在地下室发现了一个用围墙围起来的密室，他对我的炼金术实验室很有用，非常爱我的丈夫，但当谈到关于土地的温柔魔法时，一惹住种地，他可能就是个猪头笨蛋。如果不是我的魔药，小雷恩去年冬天可能会因为发烧而死。双落月一日，我们的种植园做得很好，但是厄瓦尔的眼睛比他的钱包还大。他最近在谈论购买一辆马车，就像我们把吃的摆在桌子上一样轻松。那是一辆货车啊，实话实说。我见过他给我的魔药和草药丑态百出的样子，但我们还能从哪里弄到钱要他买他要的东西？你知道的，下一次他试图将，他要试图再买一个农场。年中月13日，雷恩不见了，我们到处找都找不到他，他的小木剑也不见了。上帝保佑，我希望他没有跑了，他没有意识到台原上有多么危险。年中月16日，现在已经3天了，我的小男孩还是走了。我不喜欢厄瓦尔看着我的方式，他的眼睛黑暗空洞，就像一个结冰的湖。我想我甚至能听到他咕囔着得到了我应得的。会不会是他？不，我甚至不敢把这个想法付出实践。他做到了，他一定是杀手。那个怪物杀了我的儿子，现在他用了充满仇恨的眼睛和嘲弄的假笑看着我，他非常鄙视我的炼金术，以至于他把我的儿子从我身边带走来惩罚我。我以前从未制造过毒药，但我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我知道如何将死亡装进瓶子，在他的蜂蜜酒里滴几滴，我的孩子就会报仇雪恨。完成了，诸神会诅咒我，但他会因为谋杀了一个孩子而赠但他们会因为谋杀一个孩子正更加诅咒他。雷恩，我很抱歉，希望我能等等我听到了什么。问题是谁杀了他呢？这还有别的东西，我错过了什么东西？真的是她丈夫杀掉的那个什么杀掉的孩子吗？我觉得是有蹊跷。厄瓦尔的日志。初种月14日，今天是我们新生活的第一天。我在洛克利镇外面以极低的价格买了一块相当大的土地，上面有一间破旧的农舍，没有其他人想要它，因为石头太多了。其他人说巨石太多了，但是尤奎尔和我有坚强的意志力，我们要把那些巨石挖出来，把这片肥沃的土地变成我梦寐以求的种植园，这将是抚养我们小雷恩的理想场所。次种月21日，真是漫长的一天，手痛的几乎写不动了。农舍修好了，第一批植物已经在地里了，感觉不错，我们做到了。尤克尔今晚就像我们刚结婚那样吻了我，他的眼睛在呼唤我。日高月一日，我们今天收获了第一批作物，并不多，但这只是个开始。当我今天看到太阳的光芒第一次在我们田野上划过地平线时，我知道该用什么名字来命名这个地方——金色山峰农场，以阿卡托什的光辉之光命名。很快它就会成为我们儿子的遗产，等它再大一点就给它。我知道。双落月23日，我很烦躁，雷恩正迅速成长为一个身材魁梧的小男孩，尽管他花了太多时间玩他那把木剑，并梦想着逃出农场加入军团，但是我亲爱的妻子尤奎尔，他鬼鬼祟祟的行为让我很担心。有时他会一次消失好几个小时，然后又出现在房子里，假装他一直都在那里。我竟然看到他提着一篮子奇怪的黑花，他不会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也不告诉我们他从哪里弄到的。而去年冬天，当雷恩发烧时，尤奎尔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个黑色的小瓶子，往他的喉咙里倒了不知什么东西，仅仅几分钟后发烧就消失了。尤奎尔拒绝告诉我瓶子里有什么，或者他从哪里得到的。我很高兴他救了我们的儿子，当然，但是马拉保护了我。我担心我的妻子是一个魔族崇拜者，或是一个女巫。年中月16日，雷恩已经失踪3天了，我的小宝贝儿，我到处找，但没有他的踪迹，连他最喜欢的玩具剑都不见了。如果狼抓住了他该怎么办？还是强盗把他抢走了？尤奎尔一直在看着我，不喜欢他的眼神，他根本没有哭，哪个妈妈在孩子失踪时不哭？如果我甚至不敢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这是不可能的。我懂了，我发现了尤奎尔的秘密，这是他一直消失的地方，魔药、植物、书籍，我在那里发现了如此邪恶和不自然的东西。诸神帮帮我，我老婆是女巫，我不想打开她恶心的书，但我必须知道，我必须。致命的龙葵，这就是那种植物的名字，我看到他偷偷摸摸制作的那个，他在这个隐蔽的地方种满了龙葵。
他一定毒死了我的儿子。我看到他脸上的冷笑，当他看着我翻开农场地皮寻找他时，他眼中的冷笑是在嘲笑我。我从来没有像这样愤怒过，我在颤抖，汗流浃背。我知道我必须做什么，我的儿子的灵魂对我耳语，要求报仇。我在门口放着一把斧子，用来对付那些怪物，它也适用于与女巫打交道。哎呀，这夫妻二人都误会了。什么声音啊？你别吓唬我，在底下。这夫妻二人都误会了对方啊。那他们的儿子呢？是不是有什么日记藏在什么地方？纸卷，纸卷是什么东西 ？What the hell is this？ 嗯，雷恩的日志。妈妈和爸爸又吵架了，这些天他们总是在打打。妈妈讨厌爸爸对奶牛和小麦价格的痴迷，以及所有无聊的东西。爸爸不喜欢妈妈的花和或他那瓶黏糊糊的东西，我也不喜欢黏糊糊的东西。但是当我生病时，他确实让我舒服了，所以我想这没关系。我等不及了，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加入军团并离开农场。我每天都在练习我的剑术，我想我已经足够成为一名队长，甚至是一名将军。但是爸爸不想让我加入军团，因为他说等我长大了就必须接管农场。妈妈也不想让我去，因为那很危险，这是他们唯一意见一致的事情。我敢打赌，如果我打败了一个强盗，杀死一头狼或者什么东西证明给他们看，他们就一定会让我加入军团。爸爸总是让我远离那口老井，那口井要朝高大的纪念碑走，就在外面，坐落在岩石上，旁边是树。他说狼喜欢在那里狩猎，所以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会杀死一头狼，把他的头带回家，这将证明我是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婴儿。反正我已经听腻了妈妈和爸爸互相大吼大叫。赶紧去看看。高大的纪念碑。一口井。一口井。这是个篝火。Shit！ 我操！Got your back. How can I serve you, my thane? 把皮拿着。Lead on. 玩具剑。我操！你总是放那个狼来吓唬我，好家伙！这条死掉的恶鼠，铁矿脉。I'm right behind you. I am at your command.
You lead, I'll follow. Try 一下。忘了追了。怎么还能踩上紫水晶？那你在哪？把这些去。天哪！哎呀，你说这种事情。这是什么惨剧啊，靠，一家人全都误解了对方，最后一家人全都死了，孩子、丈夫、妻子都因为误解了对方，都因为就不能敞开心扉说说，酿成了这场惨剧。孩子离家出走，被狼给吃了，结果呢，父亲以为是母亲把孩子弄死，因为母亲一直在搞黑魔法还不告诉父亲，母亲认为一直是父亲，母亲因为是父亲啊，那个把那个孩子杀了，但是父亲呢，也就这所有的人，这一切本可以避免，这件事本来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结果父母成了怨灵，孩子成了狼肚子里的食物。这就是父亲啊，我感觉很奇怪，又冷又热，我的手在抖，几乎写不了字，好困，我觉得我中毒了，看来他比我先下了一城。这怎么有点像幽灵县东京啊，就是这些灵魂没有散去是因为他们有未完的心愿，然后当你把这件事解开以后，他们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以后就会消失。幽灵县东京里倒是经历了好多这种事，但这地方的事是真的惨。我的农场生活，好家伙，咱们接管这个地方。而且其实这种灵魂有个好处，就是我们不都说凶宅不敢住吗？母亲是被父亲砍死的，因为父亲到那个地下室以后看到母亲在搞龙葵致命毒药，然后在搞那些各种各样的黑魔法，然后父亲认为是母亲害死了，母亲用黑魔法，母亲用黑魔法把孩子当作祭品埋，就是和那些黑魔法一起埋在了这个农场地下，才导致了有沃土。然后父亲拿着斧子就把母亲砍死了。但母亲认为呢，是父亲把孩子带走，然后出事了，就是为了让他停止黑魔法的研究。然后母亲就给父亲的酒里下了毒药，把父亲毒死了。结果孩子呢，是因为天天看着父母吵架受不了了，孩子想离家出走，想杀一头狼证明自己，以此加入军团说服父母，结果一家三口全死。你说这事儿整成这副样子，先种点胡萝卜。
为什么能中22个？啊，不能中22。咱们在这边种胡萝卜。种两这两排种胡萝卜，然后这边种卷心菜。为农场雇佣一个管家。我上哪雇佣管家？嗯，哦，随从就行。那我啊，就是随从可以，我知道，但是我能不能找到一个人，然后直接让他去我的农场，还是说这个人必须得是我的随从？就是意思是说，我能不能找到一个能当我随从的人，然后让他直接当随从，还是说我必只能让我的随从当管家？是怎么样？那也就是说我靠，这什么叫取消很麻烦啊？什么叫取消很麻烦？怎么取消？8点，太早。这个箱子就是我自己的箱子了，对。Still here. How can I serve you, my Thane? 操。怎么还有这种鬼事啊？离谱哈。You lead, I'll follow. 先存个档吧，然后我测试一下取消会怎么样。I've got your back. I'd be honored to be your steward. You've built a fine steading here.What room would you like me to furnish? Oh. What room? 这些是不冲突的，是吗？这些应该不冲突吧？这些可以全改，是吗？儿童房和展示冲突。
你要钱要的是真多呀，我的朋友。那我也先搞个这个，然后我把那个，我把白曼，我把白曼的那个小孩把他弄过来。Honor to you, my thane. 对，我怎么取消？对，我是真的不能取消吗？我想让他跟我走怎么办？ Farewell. 他就不会跟我走了是吗？哦，我知道。不是，那我现在我不想搞，我等会儿，我不能找他来，我想让他一直跟着我的。OK， 咱们先就这样睡，然后我们明天早上。等一下，法力，这次咱们要防的。我操，稳定之手。这个地方解决完了以后，我在想我们要回白曼城，然后不是我回那个哪儿，咱们要不先去洛克吧，咱们先去洛利克镇吧，近呢，在那要卖一些东西，然后卖一些东西，顺便看看有没有别的随从适合这种农场生活的，把他叫过来。这干啥呢？你在干嘛？你们是谁？哎，他，你跑那么快！哎，没有人要抓你。嗯？哎，你别跑啊 ！What the fuck？ 新生吸血鬼。There's been word of some trouble nearby. I'm on my way to investigate.I probably shouldn't tell everyone who asks. This is important business, you know. No, I think I got this one. Thanks, though. Oh. There's been word of some trouble nearby. I'm on my way to investigate. 他不告诉我，行？你不告诉我，咱跟着你走，哎。我倒要看看你去哪去。就你这么慢，怪不得不告诉，否则你绝对抢，连个匹马都没有。为什么手里拿着火把还能轻度寒呢？
哦，跑那么着急，他要从这里跑到白曼城。哎，您有本事今天就别去调查，否则咱们就看看你要去哪。对啊，骑马能掏武器，你知道吗？我才发现，我才知道骑马能掏武器。骑马还能射箭呢。您又是哪位呀？哎，这个过来路上看到他了。我一路从白曼城那边骑过来的。我的来的路上看到他了，他就说他要去独孤城加入军团，然后我睡了一晚上，他走到这儿了，靠！我看你现在告不告我？你不告诉我有用吗？你不告诉我，我就跟不了你了吗？你还能不让我跟你不成？看着你像随从一样，这好吗？这不好。你这种重要信息不告诉我抓根宝，我可是不乐意的。我不知道鼠标键盘是啥，我是 RT。你走的还能再慢点儿？哎，那是什么？就是个湖，里面有只泥沼蟹，好像。叫什么三人行，这就叫三人行。哎，他 off road 了，他 off road 了，说明要到了。要去哪呀？不是，你今天和我杠上了是吧？你有意思吗你？啊？你玩我呢？忘交了，靠，这是啥意思啊？绕一圈儿，你特意是不是特意的？你看我一直跟着你，你就想玩我是吧？行，咱们今天跟定他，我不跟到他目的地，我都不信。
抓。咱们今天就看看他要去哪，甚至还能让我采个蘑菇啥的。Still here. Lead on.为什么到处都是这种石头啊？这石头是干嘛用？我操，跳这么高！诶，看什么看啊？谁让你不告诉我的？谁让你不告诉我的？我操！巨人大队，大家看到没有？我再也不敢打巨人，我再也不敢打巨人。巨人今天给我锤的，我一锤就飞天了，直接。他是真的给我锤飞天了，刚才我打一个巨人，然后一锤我就飞了。帝王蝶。All right, hand over your valuables. The fuck? Or I will gut you like a fish. Nice try, but you do not scare me. 这离谱。I am not going to ask again.敢打龙翼还抢你吗？抢你吗？不知道我是谁，抢，真的是一点眼力架都没有的，我没有空和他搞这些事情，服了。停下抓俩蝴蝶还被抢。这旁边这么大号佣兵咋不抢呢？抢我。我可是 Thing of White Run。我可是白曼城五位，认不认识啊？认不认识什么叫龙翼呀？他要去哪儿？我操，什么呀？吓我一跳！他这是把我往哪带？我可以用龙吼，我今天和你杠到底。等一下啊，那他肯定就敌对了嘛，他肯定就敌对了嘛，这个我都猜得到了。嗯，然后他都没有给我第二个选项，我第一次说服失败以后就不让我贿赂，我都给他几个钱打发走，但我今天就和他杠了，他还敢误导我走路，
我操，这是只停在。哎，蝴蝶，蝴蝶，你给我下来。我要研究一下为什么我骑马的时候不能。What the fuck is happening？ 前面有问题。啊？前面怎么了？我操！这就是你要调查的东西吗？看我给你演示一下什么叫抓根宝。你等一下啊！原来是不能掏空，我操，那可以掏。哎，我怎么？这不，这居然不是他要找的 trouble， 搞了半天。低斯特里回复体力，这居然不是他找的 trouble。灰烬堆，操！这什么打出来的？能爆打出来的？魔法打出来。好了，现在我集齐三个要素了，朋友们，分别是。我马呢？马会自己到处乱跑。那个啊，叫什么？叫异星泥沼蟹，会不会遇见太空尸鬼变成了灰烬堆？星空，你们说会不会？然后灰烬堆、尸鬼和泥沼蟹这三个东西，这怎么有个鹿头啊？简直了！我现在怎么放不了龙啊？我知道为什么放不了了，因为刚才切出去，他把我的手柄给那个映射给关了。我说我刚才怎么放不了？不是，就每次我要重新开一下，麻烦。但我一天只能用一次，所以我不想现在就浪费了，万一等会儿。等会有真的需要用，你的一天用好那个屁，不是您的附近有情况，是不是有点远啊，朋友？我跟着您搁这走了已经三个钟头了。你说你还要走多久？你也不告诉我。我这路上还帮你打了敌人，你能不能起码告诉我是啥事儿？他肯定想独吞赏金。问题是吧，你不如把这事儿交给我。而且您走的这么慢，急得我都想。急死我了！哇！老滚的背景音乐真是神了，天！就每次这种场景，我觉得都不需要打那些什么音效帽的，就用原版。就原版的音乐绝了，哪有帽的能比得上这？差远了，那水平。所以大部分帽的其实都是改一下那些就音效或者这个音乐。这配乐简直是。我操！
这怎么回事啊 ？What the fuck！ 我的天哪！这里发生了什么？不行，我得先跟着他呀。从来老是有洞穴。不是，我现在就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就是辐射那种感觉，就是我同时有他妈几十件事想做，我这一条路上有巨多地方我想过去，但我首先我的目标是先跟着他看看到底怎么。他这种通常地上有这种尸骸，通常附近有洞穴。你刚说了，我就到洞穴。音乐师变吧，味儿可能会变，但是那个谁啊 ，Inozuri 是那个名字吗？就是辐射四和星空的，人家的音乐也不差，一点都不差。辐射四、七六、星空的背景音乐可都是大师级别，就可能感觉会不一样，但是水平是毋庸置疑的。他的配乐的水平也是毋庸置疑的。那辐射四真的多，就辐射四主菜单的音乐一响，我都不想进游戏了，就好到这种地步，那太好听了。七六也是没有一个差，然后星空这次主题曲也是巨牛逼，所以音乐这点不用担心。就算是换现在的这个。就是最近辐射四开始的这个主音乐人也没关系。我操，又是巨人，我怕了。我跟你说，我一看到巨人我就怕了。我刚才被锤飞一次，真的是。我操，他进太近了，太近了，要打。哎，你还往那边走是吧？我操，你别 ，fuck， 咱们不想打巨人，又干上了现在。那你这是有人顶的，你说不定能打到。Shit。Shit, shit, shit！ 你说你没事惹他干啥呀？操！哇！哎，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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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读个档，我跟他干了件，我把龙吼浪费掉了，哎呀，离谱！龙吼，哦，是因为生存模式一天只能用一次吗？是。平时的话倒是可以随便用。这巨人也没多强，还是潜行的那个好用。哪个潜行？潜行两倍，特别好用。哦。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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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拳这一锤差点给我带走。哎，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啊，你们看什么看，看什么看。哎，别看了别看了，我操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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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搞掉！这帮卡基特人在旁边看着欢呢。Fortune smiles upon this meeting. It is all in this note. 哦，巨人是中立生物吗？我才知道啊！巨人原来是中立生物，我第一次看到他劫掠农田，我一直以为他是敌对生物。An astute question, for we are far from home, and this is a cold, hard land. The wise trader finds the best opportunities, even if he must travel far to find them. Skyrim is a ripe opportunity indeed. The dragons and the war have scared many other traders away, but for those with courage, there is much profit to be made.
The Khajiit hail from a distant land called Elsewhere. 其他地方 Elsewhere. 你住哪？我住其他地方。Elsewhere is an arid land of deserts and rocky canyons, where the sun shines warmly, always. There are cities so ancient the sands have swallowed them whole. But now I will say no more. I miss my home greatly. Take a look. 为什么？帝国摄魂弓？哎呦！我觉得摄魂弓挺有用的，摄魂弓可以充的，但好贵，我买不起。是的。为什么之前我看到有朋友说，如果想当好人，不能吃毒品啊？我吃了这斯库玛会怎么样啊？我还没吃过这。我上次那个要饭不打我吗？我打死他几拿了五个，然后。评论有人说，如果要当好人的话，不能吃毒品。那吃毒品会导致什么呢？我不知道，不知道。当不了好人。紫水晶有什么用？紫水晶。May your road lead me to the roads of Skyrim lead to many dangers. There is much beauty in this place. 这地方美女真多。A peaceful greeting to you in this place. They'll never see you coming. What? I hope that you will come to the business with us again. Yeah.我真的，这是我才知道巨人不是敌对生物。原来你一直都在烂打扫。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在打，我就以为是敌人嘛。谁知道？有时候他你上太近，他不主动打。We are the sons of the desert. The north wind is chilling us to the bone. 我的马又跑哪去了？再也不打人家了。那干嘛？这没招没惹我打了俩巨人了都，靠！我这不太厚道。那还是战友团那帮人骗了我，那他们没有跟我说巨人是敌人，但是我第一次见巨人就是他们在打巨人。那你们想我的第一印象肯定是啊，那巨人是这敌人，结果不是，靠！这多尴尬呀！互动哎，那佣兵呢？完了，跟丢了。哎，还在那吧？那个是他。你还在跟着？不是，您真的是一路跑到白曼城去了？你跟我说这叫附近，你这什么破消息？还好没给你钱，靠！离谱。不对啊，不是他呀，佣兵呢？I'm on my way to Windhelm to join up with the Stormcloaks. Ulfric has the right of it. 那佣兵不见了，这怎么办？靠，鬼知道他去哪了。别跟他。这地方又怎么了？这不我打掉的灰色，我打掉以后你们就拿了是吧？你们可真是把自己这当自己家了。帝国直接来了，我昨天刚把这地方清空。你们知道这地方是我打下来的吗？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地方其实是我打下来的。那我看看那个老妇人有啥话要说。靠，他里面全都被帝国，就是这个本来是个强盗窝嘛，我打下来以后被帝国拿了以后，帝国都把这地方放满了他们的装备，放得整整齐齐。
不是，这是我打下来的地方，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崽种，气死我！我知道是哪，这是我流血流汗打下来的地方，居然你们真可是自来熟啊，气死我！为什么不让我？技术的贡献，好了，这地方归我们。这帮人真的是，我都没要，他们住的爽，我进去看一眼还不让。我住的地方还得花钱买。不就是。完了，跟丢了。你说我跟这一路本来就为了跟他来，结果人最后目标跟没了。就离大谱了这些。操！王林，What the fuck is that? 注意 ，incoming。小心你背后啊！敢袭击我的队友，队友。又打，快！虎狼，我操！Shit， 这是他妈怎么回事？骷髅，这些亡灵在这里举行什么仪式？兽人匕首，现实桥，现实桥是什么？凡间位面和湮灭位面间旅行理论和实践报告，阿里诺尔的卡米隆为著。目前唯一所知的能维系穿梭通道的跨界物件是印记石。印记石是一件前神秘时代的类晶体灵界器，能够通过获得魔族印记的能量转换成一种超领域存在的魔法物件。这种特殊的灵界器仅能在湮灭的深渊中获得，因此若无魔族力量帮助，凡人无法探寻或获得。与魔族领主协作和交易，
不在本书本文论述之列。假设已获得一个印记时，准备好灵界器，接收魔族印记，准备一个密室，和外界阳光和空气隔绝，屋顶和墙必须由白色石材构造，地板则铺上黑色瓷砖，所有表面必须以溶解在灵溶质中的虚无岩以特殊之仪式净化。屋中摆放一个方桌，并安置盘子承载灵界器。盘应准备四个焚熏哈拉达草和葛卫克斯草混合物，以春分或秋分，施法者将灵界器置于盘子之中，咏唱法则之书，由早上开始仪式，直至该日日落为止。我马上回了。施法者戒指应当将进化的灵界器交给魔族领主以加封印，一旦成功附上了魔族领主的印记，该灵界器成为真正的印记时，该强力魔法物件收集并储藏的奥数法力跟充能后的灵魂石相似，但是法力强大的多，因此如果想要支持跨领域通道的魔法效果所需的极大法力，必须使用该印记石。欲开启通往泯灭的传送门，施法者必须通过法术或者魔法物品直接与附加印记的魔族领主沟通，该魔族领主和施法者一同吟唱一个咒术经文。该施法者启动已充能的印记时，后者会立刻穿越界域屏障到达该印记所附加之处，于是得以暂时开启一个穿越凡人宇宙与湮灭的传送门。该传送门会持续较短一段时间，根据印记点屏障能量大小而异，已记录最长时间是数分钟，因此该传送门的有效性极为有限。有兴趣的学生建议阅读阿尔伯里切特·西奥法内斯·邦比迪亚·迪奥斯的作品和大法师盖勒里昂，以参详此方面记忆。诸位推荐研究的咒术经文立段可参考《西式极致奥法契约之书》和《拉氏史》，你是不要跟我玩的。这一句又没几个字听得懂。这个人要被做成献祭，丧钟花、气泡草、法术书。炼金素材可以种在家里那个地里。找更多次召唤骷髅以学习，不过看到那个灰色要塞被从强盗手里拿回来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现在变成了帝国的要塞，也比强盗强。这他妈又咋了？铲子，这是个墓碑，这地至少不会被强盗又拿回去。
降，十三，降。是说，鲨鱼现在一只手的魔法就可以把臭鳄鱼给秒了。敢！笑死！在马上都能把它削，但是在马上拿不了皮，还得下。我想找一个在马上也能互动的 mode， 但是并没有。但是在马上却可以跟别人对话，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收话。沉睡之村营地，这是巨人的营地。沉睡之村就是那个营地。你靠多近他们会变敌对啊？哦，沉睡之树吧。啊，是是是。靠太近就会敌对，他会拔出武器，你知道吗？这个洞啊，每个营地都会有一个小洞。靠，这洞里也有巨人啊？为啥？但是那里有宝箱，你说怎么办呢？啊！两个召唤物上去，我都不用打了。召唤？对了，我刚刚有。咦？我怎么召唤不了？你拿不够吧？不换。哦，你的那个准星要指的地方太远，距离不够。好，什么召唤物？人家一锤子给我狼整死。你等级太低。狼就只能扛一到两只，然后后面可以召唤更多。这个太多了。他怎么不动了？哎呦我去！我上个木甲树，人一锤给我干死了，好，根本打不过。上个木甲树，木甲是加多少的？变化是加40点，相当于你的修炼。兽人战锤，愤怒法杖。
少点电。魔法石。那召唤器100级可以生成传奇，更进一步。对啊，对啊，小玉璧。嗯，怎么办呢？现在？没什么区别，就相当于一个洗衣机。我操我操，溜了，从他洞里抢了个锤子，溜了溜了。我操，什么玩意滚下来。抢了个锤子出来。这打打不打不掉，打不过，打不过。队友死，队友没有，队友躺了，但他出来。我操！太他妈变态！摸了不少好东西出来。I've got your back. I am at your command.那我再进去摸他，他出不来，笑死我！就一直摸他就完。哎，不是，这招味儿。先死掉了。啊！强化法力，充沛度。Oh shit！ 我又高反了。有秒，找一个，找点。再进去摸，算了，我觉得这不太厚道。那就把他打死，不要这样侮辱他。这怎么串了一只烧焦的恶鼠？长毛象奶酪是什么东西啊？哦，长毛象的奶做的奶酪，这倒好理解。它这个橙树之穗之叶是一天只能采一次吗？橙树之沉睡之沉睡之树树枝，你走到中间湖里面有个取枝器，可以取。这里是我第一次遇到巨人的地方，你想想，你磕下来。哎，巨人都出去游荡了，操，他们家没人了，惊了。当场转头就跑。上面刻着什么玩意？巨人全都出去，这营地里空了，他哦，他们回来了，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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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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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效果？抬哪去了？我露出去。
这怎么踩了没踩了？但是我没有看到呢。那啊，直接就是药水啊？难道？是的，直接就是药水，提高生命上限80点，持续45秒。那确实好用，这个东西确实强。你自己练出来的话，好像提不了80。自己练出来的。哇，自己练出来都40-50的样子。40。所以巨人是不会说话吗？那巨人和人类到底是啥关系啊？就大家不管他。对。那为什么那之前在田地里的那货，为啥要给人整过来？好带劲。所以他们其实是更笨的超级变种人，可以这么理解。是中立的超级变种，但你不靠近超级变种人的家人也不会打你啊。那超级变种是有一些会去，会出去打的，但是，他们带着长毛象是干嘛的？让我在这观察一下。毛豆人类心脏，他看到我。哦，人家是原住民啊，整了半天。那我虽然从人家的箱子里偷了俩锤子出来，但是他们也用不着锤子吧，是吧？对，他们手上拿着呢。咱们走了，不行，那洞里我觉得还有东西啊。我想去洞里看看，但是我又不想杀巨人，有没有什么方法让他睡个一分钟之类的？有没有那种法术？那我队友怎么办？啊，让他等。外面等。隐身，我有隐身吗？我好像没有隐身。你过头的时候他也不跟着。我没事。我没有隐身，靠。你到时候做点隐身药，我们应对到。我不想杀他，但我想知道洞里有。偷一个锤子，我们走，就偷了个锤子，少了个锤子也没什么大碍吧？啊。偷了点长毛象奶酪，应该也无所谓吧？长毛象奶酪。这么多巨人在那晃晃荡荡，这不是巨人太多的时候就需要搞死一些，否则太靠近人类的领地，几点？不是五点，下午五点怎么黑的跟白黑的跟？There are dragons about, traveler. Warned. It happened so fast. One minute the dragon was there, the next it was gone. Everything was destroyed. No, I was too afraid to look. 啊，他们农舍都被毁了。I don't know what we're going to do now. We have nothing left. You're too kind. Thank you. Be careful and stay safe.这怎么有个龙的骨？这龙谁打死的？
啊？不是你，不是我打死的龙，为什么从哨塔掉到了这里啊？他龙会在地图上随便刷，但是我们不是尸体，不是龙，是尸体。那你看现在有多少个龙魂？不是就一个，然后我本来那个尸体是在哨塔下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飞到了路上。哦，他每次传送你释放那些物理，他就会。靠，就像辐射七六人的女王一弹一弹一弹弹飞了。有时候放在家里那个展示柜里面也会一弹，那我乱小屋子，就像你之前在辐射四那个成长，所有东西都掉到地上。回到白曼城，真的看到这种城墙守卫的，然后有一层层叠叠的巨大城市，真的很有安心的感觉。靠，你装了水。巨安心看，终于回到白曼城，回来。你要去其他城到底可以坐马吗？一路走的。我去吧是仅限于就是我这里，比如说我等那个洛利克镇啥的，那地方叫啥来着？嗯，洛利克镇就是我当我自己从洛利克镇然后到那个白曼城中间走了几次，我确定东西就是这路我已经熟了，我才会开始用那个马车，因为我得亲自去看看路上有什么。马车会到主要城市，不会到路。啊，那都不算主要城市啊。主要一个镇只是个小镇。贝塞斯达，你说辐射四有几个聚落？有几个城市？你再看看老滚五有几个，辐射四有几个啊？给大家数数：81号避难所一个，芳林镇一个，钻石城一个。还有哪儿来着？原港那还 DLC 的呢，原港一个，盒子世界算一个，还有吗？比起来根本没法比呀。太美了。I worry about the other settlements in the hold, unwalled, likely manned. Prime targets for those damn dragons. 我是要把那把剑给谁来着？我看看。我能同时加入帝国军团和风暴斗篷，不能，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可以。我不能当双面间谍，我不能当三家性奴。而且你要是想，比如说你加入了帝国，那么风暴他们那个主城风落城，你想在那里买房，只能等到剧情后面。就是你有一个应该这一点辐射四还比较自由，你既可以加学院也可以加兄弟会，直到最后才有问题。同理，你要是加了风暴，那毒物神那边可能也不一定能买房，我不知道没事。这把剑要交给谁啊？交给领主的管家，就是站在他旁边灰色袍那个，就是那个铁匠他爸。
把这点交给我，万万不是阿曼奇。这砸下去。打了这个 ELFX 以后，夜晚氛围确实好很多。你还是打了？我打了全套，但是我没有打 Enhancer 之类的，那个受不了。那就是只打了四万。就主要是他对性能这个地步也没有影响，那我为什么不让他看起来？但是他就很有氛围啊！我操！你觉得他室外太黑了？还行吧，它就是深夜才太黑，平时但深夜我生存模式我不可能出去，我都睡觉。深夜而且也很危险，就按照沉浸感来说，也不可能深夜在路上走。就我觉得那个是非洲 weather 发的，那个还能调一下室外的亮。这倒没必要，反正我也不会晚上，就是那种凌晨我肯定是不会出去。我说晚上黑的，肯定在睡觉。I'd be a lot warmer and a lot happier with a belly full of mead. I might just be a servant among lords, but don't think for a moment I don't take my duties as seriously as the Jarl himself takes his.但是我觉得更需要打的是那个 ELFX Shadow。它是那个。那个效果太好，就窗户什么的，窗户什么的阴影，我操，那个这个。Shadow 不是只影响室内的那个，但你室内没打。什么室？不是室内，你它会让你选你打的是普通还是 Enhancer 的呀？又不影响。那没有 Down 不是？那 Down 的话，室内不是变化。不是，它一样有影子，窗户的影子都会打进来。没打的时候也会有影子。不是，人家那给了选项，肯定意思就是也有啊。None 的意思是你 None 的意思是你 ELFX 没有选别的呀。所以我不知道他 None 的意思到底是。不是 None 的意思就是你没有选别的，否则你这mod没有意义啊。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那个 ELFX 选的是默认，就选那，那肯定。否则你说，否则有这个选项打了跟没打，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的。那所以，如果有人只想打室外，不想打室内，不，那你就不要下 Shadow 啊。问题是，主要是我打了 Shadow 啊，室内也没啥区别。有的时候你不对比，你是看不出来区别的。这事就这样。别说不管不管，刚好我现在回城里。看他这肥脸，我都想给他一拳。要不是仗着他老爹还挺好的，但你老爹，你天天管城里的事，你管管你自家孩子行不行？我的天，老爹根本就不管他自家孩子。截个图对比。领主家的这个小孩都好讨厌。我不会太大。说领主这么好的人，估计就是天天不顾家，孩子都惯成这样。Yes. Balgrup and I share a battle bond. We met as youths and forged our friendship in the fires of war. When he became Jarl, I insisted on serving as his protector. He had no cause to argue. Gods, you are curious, almost dangerously so.I am charged with protecting the Jarl from any and all threats. Powerful men have many enemies, more so in times of strife. So you can imagine the dangers. Oh yes, there have been attempts on the Jarl's life,
More than one would-be assassin has met his end at the tip of my blade. Take your pick. Dragons, Stormcloak assassins, ambitious and unscrupulous nobles. Sometimes I think his own children are wounded. And those are just the physical threats. Assaults on his sanity are another matter entirely. Every day he deals with obsequious functionaries and incompetent bureaucrats. Sadly, I'm not allowed to eliminate them. Well, not yet anyway. Take your pick. Drag... And those are... Every day he deals with... Well, not yet anyway. Staying out of trouble, kinsman? The waiting. The insufferable waiting.边际的猫科动物，由艾德提莱欧报告。海蓟特人，真他妈猫科动物！直接先说一遍，先说海蓟特人。剑齿虎是大型猫科动物，请问剑齿虎会打海蓟特人？你四条腿的会打两条腿？想文字的吗？啊，猩猩会打，倒是确实有道理。猩猩会打人，对吧？那剑齿虎没有。对，哪管那么多？红棕色的毛皮用来融入草地中。星空的对话应该和七六差不多，应该是那种是看到上半身的，它会自动缩放进去。往上半身走，但是也有的时候会露出全身，不一定，取决于你站的位置。但是你对话的时候是不能动的，应该星空可能应该也是这种，对话的时候不能动。不知道你能看到完整的一句话。这种猫科动物的牙齿加入药剂中有恢复效果，能暂时赋予更敏锐的视力，用于学校锻造技能。他们凯吉特人的特性就是 ES， 我记得是幽魂之母两种理论。诺德传说，她是个幽灵般的女人，把不小心的旅者引诱至他们的末日，偷窃儿童，报复那些生前冤枉虐待过他们的人。相似传说横跨整个泰姆瑞尔，斯图尔斯麦凯的梅鲁桑尼海中女巫引诱船只驶向危险的浅滩，以耗尽船员的灵魂。黑沼泽阴险的查拉斯，威木省的阿莫纳尔都是这个故事的延伸版本。不过不像某些神秘的生物，大多数学者认为幽魂之母是真实存在的，尽管稀少，但是可靠的目击报告还是频繁的，无法让人忽略。于此这里提供一份此生物的概要。他们总是以女性形态出现，他们的形象来源于人类，也有人说是精灵灵魂，身上被迷雾和烂袍子包裹。他们和冰系魔法有着某种联系，很少出现于气温暖和的地方。有人说他们是等待安息的亡魂，其他人则说他们是曾经统治整个天际的血精灵。有些人说他们的老家在西亚垂，不过其他传说则提到他们出现在一些被遗忘的地方，在远离杰拉尔山脉的山巅。绝大多数有名望的学者对那些传说不屑一顾，他们偏向于最近几年的一些目击报告，从而诞生了两种主流理论。基于他对亡魂、亡灵巫术领域的研究，以及帝都附近的亚历德文化，萨德伦·萨雷提大师提出他的假设：幽魂之母们其实是亡灵形态，一种亡灵巫术，起源于某个现在已经被人遗忘了的第一纪元文化。他们不仅仅是鬼，他们是一批强大的女巫，以精通亡灵法术达到了永生的目的。不同的是，大修会的林达特维利安有着不同的主张。幽魂之母压根就不是什么亡灵，而是自然界元素托出奈恩本身的显现。通过记录地精和冰月灵的一些相似之处，他主力这样的说法。幽魂之母本质上是某种自然元素的化身，可能是这种元素可能是血，可能是雾，他们挥洒着与生俱来的来自于属于
来自于他们所属元素的能力，而不是通过驾驭某种魔法。幽魂，鬼火，对啊，鬼火，幽光，但却很危险的泰姆瑞尔南部沼泽居民。幽光是种独行的掠食者，显然这种这些则显然与他们同类存在某种联系共吸关系。幽魂形成幽光的亚种生物清道夫，同时引诱猎物到幽魂之母跟前，在他杀戮的同时分享被释放出的生命能量。作为一种共同行动的清道夫，与他们的掠夺者表亲相比，缺少令人生畏的防御能力。所谓的幽魂之母只不过是幽魂，只不过是幽魂之母释放出的咒术能量，他们不能自己生存。报告上说，有位冒险家直接除掉一个幽魂之母，结果居然看到剩下的幽魂立刻瓦解。尽管这份报告被认为高度不真实。总结来说，学者关于幽魂之母和幽魂的意见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这分歧还要持续很久。不过所有资料来源都认同至关重要一点，那就是这是一种高度危险的敌人，无论如何应该避免与之冲突。到底有多少本书啊，我的天哪，什么读书会。 Another wanderer here to lick my father's boots. Good job. 不该和他说话，让他滚行不行。诺德头环，我操啊，这个是偷窃，因为这个贵不给，太贵，这个好看，你可以自己造。I serve Jarl Balrog as steward. From Adrian?Ah, this must be that weapon for the Jarl. Poor girl. So eager to prove herself. I'll present it to Balgruuf when his mood is agreeable. Thank you. Please, take these few coins for services rendered. Divines bless you. May the ground you walk quake as you pass. 什么叫在这座城里买间房子5000，在城外买栋房子7500？没有问题，因为城外还带一片田。那我能买两个？我能买两个吗？可以，两个都可以买。我先买了外面。没有这么多钱呢，就10000块。我有多少钱？我就1900。靠！你快点把那个金色农场搞。Help you with? Just let me know.The Jarl is, as you can see, the only thing I remember is the old story of Tiber Septim being called Dragonborn by the Nords before they switched sides and joined the Empire. No doubt those Greybeards up at High Hrothgar will talk your ear off about it. Old Nord folktales always talk about shouting their enemies to pieces. I always thought it was just a myth. If you think you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kind of thing,The Legion can certainly use your help. Go talk to the Greybeards. See what they can tell you. Near as I can tell, a bunch of ancient Nord hermits who live on top of a mountain. Never heard of them talking to anybody before. If they really do want to talk to you, you'd better go find out what they want. You never know. Of course, it's all in this note. 管家的字条。买完房之后还要装修。
我为保密之事向你道歉，但我不愿意在领主面前谈论此事，因为我收到信息不可靠，他手头事已经够多的了。上周的晚些时，上周早些时候，我从一个不知名的线人那里获得情报，说可能有人想刺杀领主。尽管我们会认真对待所有潜在的威胁，但很难确定这个消息有多靠谱。最近发生这么多事，我没时间亲自调查了，所以我想让你去阿尔凯迪亚之府查查他们的账簿有没有可疑的交易，尤其是毒药。我让阿尔卡迪亚在他的柜台上给你留了一份，仔细查一查，找出过去几天里谁买过，并确定他们的购买原因是否合法。与此同时，我会让厨师检查每一份食物、每一份蜜酒，还有剩下的面包屑，以保证没有任何东西被污染。如果你调查后什么异样没发现，我就知道我收到这份信息是假的，而领主也暂时安全。如果情况相反，我希望像你这么威名赫赫的家伙能够迅速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任务给的东西不错。Cause trouble in Whiterun, and I'll haul you into the Dragon's East.